冰冰凉凉，还有叶发喜欢，因为椰蓉叶开发哦，天然的泰国进口的乳胶哦，这人睡得会很健康哦，优质成加厚达10公分哦，符合人体工学，保护肩颈与释放压力，透气通风，柔软 Q 弹，弥补这个淡淡的艾草的味道哦。同时呢，它还有616颗的中干的独立桶哦，让你拥有深度睡眠，一觉到天亮。有30年的外销经验，饭店的品质，工厂的价格，床在这里，夜发就睡在这里。中立普信土鸡又优又香又便宜，台中西屯的床垫又好又赞又便宜，打造好眠避风港。到底台中最好的床在哪里？就是床在这里。哎呦，这么多啊！那这么多怎么写？怎么写？怎么写？到底该写哪一款？不用担心，今天有我在，让我帮你挑出一张好的床垫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好，抓定了，走。哎，谢谢您啊。我告诉你哦，这张床垫呢是我们日本专利的 ICO 凉感布床垫哦。ICO 日本冰晶凉感布是高强度的纤维织品，不易起毛球，专利认证，有高效率热传导的特性，让人可以感觉到极度的凉爽。现在外面夏天这么热，晚上冷气不用开那么大，哦，冰冰凉凉，战胜艳阳，还有夜发喜欢，因为夜冷夜开发哦。这张床垫呢，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，就是它有5公分的天然乳胶哦，只有给床垫使用的天然的泰国进口的乳胶哦。天然的乳胶呢，有3大特色：一是天然，二是防螨，三是抗菌的部分。这人睡得会很健康哦，因为它可以完整的服贴你的身体的曲线哦。我现在要介绍你一款业界非常红的床垫哦，看它的表布有一格一格的，是不是就像豆腐一样？这一张床垫呢，它的舒适层加厚达10公分哦，这10公分里面呢，有5公分的爆破泡棉以及高密度泡棉2.5，再加上我们的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2.5公分哦。符合人体工学，保护肩颈与释放压力，全方位的呵护且防螨抗菌，纯天然乳胶，透气通风，柔软 Q 弹，让你拥有深度睡眠，一觉到天亮。这双床真的是很厉害哦。其实市面上的豆腐床垫，绝大多数它的边缘都是非常的软的。是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一款特别加了14支的 M 型辅助弹簧，你看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东西的好处是在于说，我们知道很多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，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在上下床的时候不小心滑落下去了。嗯嗯。所以呢，加了14支的 M 型辅助弹簧，就可以帮助你完全不滑落哦。这个可以说凉爽舒适啊，安全透气。哇，这个老人家最哈士了。那个这张我也买了。先不要这么急，我告诉你，一张好的床垫你一定要都试躺过，先让我帮你介绍完再说吧。月花，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店内 CP 值最高的香草纤纤乳胶床垫。有一股那个淡淡的艾草的味道哦。因为我们在表布上呢多添加了天然的艾草精球，自动的散发出天然的一个香味，可以帮助我们镇静放松。难怪啊，一闻到那个味道啊，就让人很想睡觉的感觉啊，很酷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我还没有讲完。那怎么样？还有什么没有介绍的？闻得好睡嘞。是的，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这张床垫呢，它还有加的是天然乳胶的部分。嗯，那天然乳胶呢，就是帮助你的身形，让你的身形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支撑力。同时呢，它还有616颗的中干的独立桶哦，再怎么睡你的腰都不会累。我们床在这里呢，有30年的外销经验。同时呢，也是非常多位物理治疗师共同推荐的 MIT 出厂的品质哦。饭店的品质，工厂的价格，床在这里，夜发就睡在这里。舒服的床是幸福家庭的关键，想要找好床就来，床在这里。